什么画面？我刚看到了，太刺激了吧！我是来到了天堂吧？我刚一上来，我看到那画面，有震惊到了。好，这就是月式洗头通常会有的流程啊，就是一定要先洗脚。不知道这是韩式还是月式的，不过，那位粉丝分享的有一点点 OK 哦，就是小姐姐好漂亮哦，好可爱哦，而且她穿旗袍，特别特别。偷偷告诉大家，这位小姐姐是我那个按摩到现在我觉得颜值最高的一位哦。哎，别看小姐姐这样柔弱，她的那个手劲还蛮强的，这样子按摩很舒服。而且我刚刚有问他，他一天要接到的客人有8到9个，哎，这样子蛮累的，所以呢，真的需要足够的力气来做这个服务。What's your name？ Jump，Hello Jump。Your massage is so good 。如那位网友粉丝所说，他的技术真的不错，哎，不是浪得虚名哦，不是那种花瓶而已。这个真的有用力，不错，我喜欢这种按摩手劲强一点的。小黄瓜来了吗？哦，好冰！不好意思，请原谅我满脸小黄瓜跟大家讲话，就说现在他应该在剪我的指甲，那我很喜欢他们帮我剪指甲，因为他们修的都很仔细。那刚刚小姐姐呢，我用良心说话，她真的很认真在掏耳朵这一块，那我觉得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用心，就是抓到我的软肋了，就是很舒服啊，我喜欢掏，我喜欢采耳啊。
鼓了。终于拿掉了，这小黄瓜敷得够久、哦、那个营养应该都有进去吧。自从拍了这个项目之后呢，我觉得我皮肤越来越好了，这个真的好像没卖。哦，要洗头了。这什么什么什么画面？我刚看到的，太刺激了吧！哇，很厉害！很舒服，好喜欢被踩哦，很舒服哎，哇哇，这真的技术好，这技术太好了吧，好舒服哦，被踩得很开心。我筋很硬，太舒服了， everything 都很舒服，画面 也很舒服。辣妹洗头来了，而且我跟大家说啊，这个地方呢不是只有那个男生，我看到超多女生也来这里的，代表他们的服务应该备受认可吧。我隐约看到我的右手边画面好像很美，好像很多。我是来到了天堂吗？我刚一上来，我看到那画面有震惊到哎、欸。结束了哦，一阵慌乱下，然后完成了，但是很舒服。小姐姐颜值好高。我今天充满笑容，绝对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哦，是真的服务非常好。
认真。刚转过去那一瞬间有点害羞。我要离开这个天堂了吗？刚刚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楼下呢，就是非常的安静，非常的舒服。然后他也很认真的在帮你做每一个项目。然后到上面之后呢，发现充满欢乐声，而且刚刚那个画面有没有很震撼？这个配色再加上好多旗袍小姐姐，这个真的是赏心悦目啊，以为到了天堂。耶、yeah, ，那我体验完了，这就是今天的辣妹洗头第四弹。哎，每一次都让我很惊讶哦，而且呢，这一次的服务跟画面感呢，非常的冲击。而且呢，他们穿着旗袍，有那种制服的诱惑的感觉哦。那这整趟下来呢，我花了大概35万越南盾，然后就是刚刚看到那些项目，所以呢，非常的舒服，而且 CP 值很高，大家真的可以来试试。那尤其是小姐姐，她的颜值好漂亮哦。Thank you.